一个牧童正赶住羊群返去村庄，心想愚弄一下村民话狼袭击羊群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，于是就大声嗌狼嚟啦，狼嚟啦！村民听到叫声就纷纷赶嚟，而牧童就对住佢哋大笑。之后牧童照样一而再愚弄村民，而每次村民都被佢呃到，因为根本就冇乜嘢狼。最后真系嚟咗一只狼，牧童搏命大嗌：狼嚟啦，狼嚟啦！但系听惯咗佢咁样大叫嘅人，已经唔再当系一回事。于是狼轻轻松松咁杀死所有嘅羊。狼来了，狼来了！一个牧童正赶住羊群返去村庄。一个牧童正赶住羊群返去村庄，心想愚弄一下村民话狼袭击羊群，心想愚弄一下村民话狼袭击羊群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，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。于是就大声嗌狼嚟啦，狼嚟啦！于是就大声嗌狼嚟啦，狼嚟啦！村民听到叫声就纷纷赶嚟。村民听到叫声就纷纷赶嚟，而牧童就对住佢哋大笑。而牧童就对住佢哋大笑。之后牧童照样一而再愚弄村民。之后牧童照样一而再愚弄村民。而每次村民都被佢呃到，而每次村民都被佢呃到，因为根本就冇乜嘢狼，因为根本就冇乜嘢狼。最后真系嚟咗一只狼，最后真系嚟咗一只狼。牧童搏命大嗌：狼嚟啦，狼嚟啦！牧童搏命大嗌：狼嚟啦，狼嚟啦！但系听惯咗佢咁样大叫嘅人，已经唔再当系一回事。但系听惯咗佢咁样大叫嘅人，已经唔再当系一回事。于是狼轻轻松松咁杀死所有嘅羊。于是狼轻轻松松咁杀死所有嘅羊。